在干嘛？比方你是白痴吗？先开始，快起床！哼，哎，好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喂，你太有输了啦！哎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全吃完了吗？啊，还没啊。那你要不要跟我加大蒜啊？那你在干嘛？大蒜可以演戏耶，而且你不是说你是很想要学剪片吗？他们高一有微电影还有舞台剧，好像适合我。哎，对对，真的好适合，好有，听起来好有趣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拜拜拜拜。好啊，不要这样敷衍我。好了好，拜拜。铃木生不在线上，那根本没什么好玩的。光影，要不要玩这个星座游戏啊？哎，你烂的有剩，这有那么难吗？你这超烂。你先上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哎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哎，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看一下。等一下。哎，给我。不是，你给我，你现在给我。再一下就好。一下到了吧？给我，现在给我。再10秒。10秒，给我啦，给我。算了，反正现在也不知道干嘛，那我去买晚餐好了。哎，你有玩这个？哦，很痛哎！怎么刚好是个没礼貌的人？当我负责学长。喂。喂，你个头！你刚说的没听？哦，对啊。啊，我就知道，你聪明的这样子。我们也放过同念书啊，我们都不会剪片，就交给你喽。哈，可是我也不会剪片。没事啊，大家都不会啊，而且副专业学长好像很会，你去问他就好了。哦，好啊，可好，是，拜拜。哎，这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呢、啊？网络上影片也烂爆了，而且我不想问那没礼貌的。哎，铃木生说不定会。负责剪片的不就是李光英吗？啊，他刚刚不直接问我就好了。我是有难惹到他了。学生好。哎，给你。谢谢学长。
真好。吃了饭了。哦，对的。哎，我字幕这样上可以吗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夜晚拥有星星，云朵拥有雨滴。此刻我正好想躲进你的大衣，你为我挡着风，也帮我挡住狂风暴雨，在茫茫夜空里。刚找完就要怎么谈恋爱啊？可跟洛克尔人就不要笑死。哎，对了，我可以问林木森。这样影片差不多可以剪完。哦，好吧。累，会不会累？要不要玩游戏休息一下？哦，好啊，那我给你我 IP。等一下，学长，你就是林木森。那你到底是我学长还是网友？你的男朋友。你就像春天的风。